我自己还在那边听音乐，然后大家说快，来不及了。我说现在才下午2点钟哎，这么亮，太阳这么大。他说已经7:30，快8点了。所以很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第一次也是演唱会在大白天的时候开始。那跟你们分享很多的第一次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呢要唱很多歌，因为刚刚有人规定我好像在几点几分就必须要结束，所以我今天呢尽量唱多一点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多有那个空隙就跟大家多聊一下子。好，我们刚刚唱了这么多首快歌之后，要来唱这个慢歌。慢歌是我最擅长的也最喜欢的，我们来唱这首《记得》。